하수. 多瞧瞧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杀了他的。记住你说的，否则我就带英师踏平定襄。那就劳烦阿隼亲笔写一封军令交给墨金。我只给你5日，5日之后我要英师精锐在王宫的城体门前全部集结听命。 小心，孙，我就知道是你。母亲，我来晚了。他们怎么能这么对你？这些都不重要了，都还活着就好。居然派雷蒙来监视，你受苦了。兄弟之间不说这个。孙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和傅寒都在定襄。 我怎么可能一个人留在大唐？那米米呢？米米也来了，但他现在还见不到我们。我已经见过布阵了。阿什洛隼，克敦可是派你来办正事的。不进，这是我亲手写的军令，带上它，集结英师。什么？ 你从来就没有想过让我率兵出战，你只是想借我的手召集英师。可敦好手段啊！兵不厌诈，特勤是久历战场的人，自然应该明白这个道理。等打完了仗，我会允许你去亲自迎接英师凯旋。你若是男子，当真让人忌惮。你听。 英师应该到了，正在宫门口集结呢。你猜，会是谁发号施令？你让我傅寒病得说不了话，他要如何发令？只要他再便可，我就是你傅寒的罪。 怎么没看见特勤跟过来？
一切按计划行事。救可汗，投李靖，不必管我。除了想往何处去？去唐军会师。公主，外面为何嘈杂？出了何事？应时叛逃，劫走大可汗，现已杀出城外去了。什么？是勒索，是你。兵不厌诈，公主机关算尽，终究是被鹰叼瞎了眼的。你假装被骗，是为了救严厉。你是女子，自然无法出面事实。你不会让舍尔去，更不会让我去，所以，你只可能让大可汗露面。好你个阿什勒索！果真是个不怕死的家伙。我就算不做这些，你会放我性命吗？雷蒙，在。传令下去，通知草原各部，鹰狮叛变，劫走大可汗，定襄骑兵追之不及，大可汗命丧鹰狮之手。现大可汗的令牌在我手里，由我代行军令。是。还有，通知阿什勒部麾下各部首领，即刻启程前往定襄。三日后午时，我要杀一儆百。遵命。好一个杀一儆百！不过自从我来到了定襄，我就从未想过活命。就算被你污蔑为酒，那也好过做你的一条走狗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白死。我要让各部看看，背叛我是什么下场。真想一生一世都跟你在一起，可是我要食言了。西壁部的人来了，石心部的人也来了。萧主公，怎么见面就打人呢？你们怎么来了？是我通知的。哎，你可别骂我，要不是你，都不通知一声就走了，我才不会这样的。我想来想去吧，就是放心不下，所以才通知他来的。土家郡主做的对。萧主公，你怎么孤身一人过来犯险呢？我收到消息都急死了，我人眼行门的兄弟打头阵去了，剩下的十八跟司徒朗朗马上就过来。舒玉，我和李将军请命，要助你一臂之力。没想到遇到你的朋友，得知你在这里，太好了，我们又可以共进退，同患难。就是，
朋友就应该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你放心，这次我们都站在你这边，一定会帮你把心上人救出来的。谢谢大家。